好，我是 Go， 欢迎回到频道，耶、yeah ！这一集呢会是我们在夏威夷 Vlog 的最后一集，对，我们剩就是一个晚上，然后明天就要去搭飞机回日本，回东京了。对，我们就好好把握今天的时光。那今天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行程，我早上去运动完，然后等一下我们今天会换一个新的饭店，也是在 Waikiki 海边。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做一些水上活动。对，早上刚运动完，现在是神清气爽啊！耶，哇！今天也是阳光很大的一天。我们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在等 check out， 人蛮多的。夏威夷的饭店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，就是这家有个精油味。如果有看前几集的话，就知道一上来马上被冲击到。但是觉得好 relax。走喽！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新的饭店，先寄放行李，然后去海边玩。迷路了吗？前面右转，这边吗？两个 block。哇，看起来是真的蛮高级的，它真的是一个 resort 的感觉。这个柱子，大家看一下。所以我们在 booking.com 上面的价钱是288，但是这边来要付很多很多的税，所以总共是400块。夏威夷万万税。对，然后再加上100块的押金，所以我们刚先刷了500多块一个晚上。然后顺利的话，那100块会可以退回来的，但400多块是蛮贵的。对，可怕啊！我妹。哦，那边就是海。哇，还是要过马路。对，还是要过马路。不过那边就是海。太黑，然后相机当成镜子。大家不要再说我不防晒了，虽然前面几集到现在都没有在防晒，最后一集才防晒。我就等哪天开始长皱纹，就知道要防晒，黑到发亮。确定这个吗？对、yeah. ，OK 吼、oh.。因为人太多了，对啊，对，必须人太短，过去一点。人超多，天哪！还好我们昨天有去一个人比较少的海滩，可是人就算很多，但它其实看起来还是很干净，好。对，很干净，是真的很干净，沙很干净。人多有另外好处啦，毕竟这边是有管理的，就比较安全。所谓安全是水上安全啦，那财务不一定会安全，因为人很多，但是有救生员，所以人身很安全。超烫的。是很久没有冲浪
需要暖身一下。好，那你等一下去就抽筋。好，那我就先在海边晒个太阳，我等一下再下去。好热哦，天哪！我们在挑正中午来晒。真的耶，我等一下也会。这个晒半个小时就好焦了。因为看不到浪啊，对，你发现了？因为那边很多人，然后那边也有人在冲着到。可我到时候你怎么走来走去都没有？对啊，都没有浪。不要说我租板子是拿来当拍照的道具，我也是可以下海的，好不好？行。是没有浪，对啊，风平浪静。因为现在中午了啦，要冲也要很早很早起来冲，对啊，但是很舒服，就是水温很舒服，对，风景又很漂亮。那下面是珊瑚，那种礁石最好不要踩到。变黑了吗？变均匀了，因为原本你是身体是白的，手是黑的。让我们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Surfshark VPN。 使用 VPN 的好处我相信大家都很了解了，可以让你安全上网，防止浏览主机外泄，保护你的个资隐私。对于爱旅游的你，一定要试着用 VPN 到不同国家位置的伺服器，很有机会可以找到更便宜的机票或是住宿的价格哦。这是因为很多的服务都会抓你的 IP 位置还有 cookie 的资讯来定价，所以使用 VPN 一键切换 IP 就可以避免所谓的价格歧视。过年不想出门，只想待在家里看欧美或是日本限定的剧吗？大家常常使用的 Netflix 和 Disney Plus 通常只会显示你所在地的内容而已。这时候只要使用 Surfshark VPN， 一键切换 IP 位置到你想要的国家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内容哦。这次呢，还要特别介绍 Surfshark One 方案里面的 Surfshark Antivirus 功能。它可以一键扫描我们装置内是否有病毒，还能及时侦测到恶意软体跟其他进阶的威胁。安装和设定都超级简单，有需要防毒需求的朋友也可以参考看看哦。现在选择两年的合约，搭配现在农历新年的档期，输入频道专属的折扣码 GO NO SIMA， 再免费送三个月。使用上不喜欢，30天内保证全额退款。有兴趣的朋友们，欢迎到资讯栏下面的连结看看哦。happy 到吗？稍微有确保。好，差不多时间了。因为这个板子是租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$10，在这一排算是便宜的。因为这边这一排的话，一个小时就$10。主要是老板娘很严实哦，对，就很有趣。阿妈生意很好，但是还是很严实。对啊，并没有因为你们在外面等一下这样子。好了，换你了，你要什么？然后我就要付现，说哦，还好不是信用卡，现在的人都没有什么信用，这样子很好笑，怎么这么厌世？对啊。平常练这么多，不知道这个手指。OK， 交给你。这些女生没有穿拖鞋，而且她们穿比基尼，然后打赤脚。女生都可以穿比基尼冲浪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。我刚才也是穿比基尼冲浪。
累吗？都好，还好。当作是练 CrossFit。饭店，跟大家介绍一下。可是名字我不太会念，会不会念？阿罗希拉尼，阿罗希拉尼，绿色。哇哦，好大哦，好香哦，好基本的格局。哦，终于可以洗澡了。哦，看得到海耶，在那边。太阳已经很小。对啊，对啊，夕阳是这个。太棒了，我们看夕阳。我 Kiki 就是看夕阳的。还帮我拍我前几天买的衬衫。今天不知道第几个 OOTD， 第三个，一直欢迎，对，一直欢迎。大到包不下，天哪！终于吃到午餐了。好吃吗？好吃，蛮喜欢墨西哥食物的，应该这样讲。它其实有的时候超饱，里面有饭、有豆子，然后可以加很多肉，还有洛梨什么，就每次都觉得很健康。其实是很健康的食物。它这个是牛肉，他有帮我用那个鸭像鸭的那个鸡翅，它这是饼烤过。哦，还有鸡翅，喜欢。漂亮哎、欸！看后面那个就是钻石头山，在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时候有去的，大家去看以前的影片。这边很漂亮，就是有沙滩，有音乐。对，旁边的饭店都是那种有海边的餐厅，这时候都有表演，很棒很棒，很有氛围啦。但是人真的超爆多。时间太晚来了，不过也刚刚好。开心吗？要发文是不是？终于看到夕阳了，马上传赖群组，回家人看。待了快一个礼拜，终于有看到一次非常完整的夕阳。很完整的夕阳，对。这个 hotel 唯一的好处就是 view 还不错，真的不错哎、欸。看漂亮哦，那些晚上气氛都是大家香水味，大家真的好香哦。晚上是发生什么？是大家洗个澡，然后全部再喷一堆香水，重新走出来，对，真的超香。这边室外像是百货公司一楼香水区，更浓、更果香、更甜。那晚上真的是每次来逛都觉得好气氛，像我们每天晚上真的很舒服。对，每天晚上我们都在这边打混，但是就觉得很棒，人多了点就是。
边没有半只的虫子或蚊子，他们一定撒很多杀虫剂。对耶，你这么一说，讲花花草草，真的真的真的没有虫哦，真的没有虫，没有蚊子，没有虫。哎，对，为什么现在没有蚊子？就是被那个很浓的香水就是熏晕了，被消灭，被椰子油熏到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其实是要来看，就是免费的烟火，每个礼拜五晚上7:45放到8:00，然后是希尔顿主办饭店，对，大家都会聚集在这里，因为是免费的烟火。然后这边是靠一个大公园，我们刚刚看到是什么 Army Museum 后面的公园，对，对，然后看现在这边都是人，我们大家等烟火喽，免费的最香。我们的夏威夷之旅有个 happy ending， 完美的句点，耶、yeah ！有一种那个跨年完散场的感觉，散场的感觉。走，我们去看要不要找点东西吃饭。意大利冰淇淋其实也不太会融化，就比较浓。然后我选的是 coconut， 好浓哦，好像真的在吃椰子肉。另外一个是 blueberry， 没有创意，吃得到果粒耶，又有脆脆的那个，蛮好的。然后我们发现旁边马路上是夏威夷的。暴走族，夏威夷的山道猴子，夏威夷的猴子，他们每天都是这个时段出来啊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引起路人的注意。对，他们就骑那种很小的摩托车，对，光摩托车，夏威夷的人骑摩托车都不戴安全帽，对，都不用戴，好危险啊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有这个法规，还是怎么样？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，有没有美国人可以告诉我们？这不是慢不慢的重点，让人知道戴比较安全吧。大家吃吗？终于吃到你心心念念的 poke 饭了。啊，对了，我是在便利商店，就是那个 ABC Mart 随便买的东西。好吃吗？给大家看一下，他点的是鲔鱼加鲑鱼的。我刚刚看他们做，他们就是把会铺在上面的料，先就是放在一个盒子里面，然后加酱什么东西，然后抓一抓。其实他们也有菜、欸，比如说你有加黄瓜跟海带呀、啊、什么的，然后一些撒一些什么芝麻粒啊等等的。其实算是还蛮营养，东西还蛮丰富的，很健康。对，而且你选的是那个 brown rice， 就是类似糙米饭。对，糙米。不然好、啊，我也吃一口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不喜欢吃冷的东西，所以我刚刚蛮抗拒的。我觉得很新鲜的，很新鲜，还蛮好吃的。可能是我们只有加酱油，那其实味道还蛮单纯的。还有 wasabi， 那欢迎，我就给你吃吧，你自己吃吧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整理行李，因为。我们是明天下午大概4:00的飞机。嗯，我们今天表现真的就是也算不错，就是最后一天，然后在那个 Waikiki Beach 这边，放松，你去冲浪啊，我就玩水啊，我们就晒太阳啊，然后还有免费烟火可以看，大家记得哦，就是礼拜五晚上，对，一定要来这边，对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大家早安，现在呢早上8:00，我们来使用一下泳池。
还蛮热的耶，三十几度左右，看好舒服。你等一下要来泡一下，可以解除你的疲劳哦。下面还有那个按摩。啊，好舒服啊！水温就是刚刚好，不会太冷。没有人制止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现在还蛮早的，都在那边冲浪 ，Waikiki 那边。终于来吃 Dennis 了。日本也有啊。你要吃到正宗口味。好。发现你很犹豫的样子，每个都想吃，每个都想吃哎。菜单跟日本的 Dennis 完全不一样，知道怎么点啦、啊？早餐来了，这个叫做 All American Slab， 再加蛋，再加他们的松饼 ，and 点的是 Double Cheeseburger， Double Cheeseburger 是有两层的牛肉的，哇、wow。喜欢的很醉的，对跟。我们在夏威夷的最后的 pancake。还不错，质地不会像之前哪一家一个很干的，而且很硬。嗯，就比较平易近人的松饼。跟麦当劳的比较接近，蛋味比较多，但是他们就是非常的手作感，你看都烤焦了，吃饱了，好油，好好吃哦，很美国吧？正统的美式餐厅感觉，那血糖怎么冲上来？你一大早来吃汉堡，我这趟还没吃汉堡，但是觉得好吃的吧？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OK， 我跟你讲，超过想象，真的吗？大超过，因为它肉很厚吧？因为它的肉很 juicy， 想象是偏干的那种。待在美国的朋友，他们其实也没有到非常推荐想象，然后他还跟我说，说不定日本的还做的比较好吃，他还这样跟我讲。我要赶快回去收个行李，要 check out 了。享受一下最后稍微悠闲的半个小时。我觉得以后要来还是要选淡季，像是十月这个时候就是淡季。以这么好的天气，我觉得搞不好十一月来也很舒服。这个天气很棒，我晒都不会流汗。到了 Reef Curl， 里面很多家的商品，但是基本上都是卖冲浪的东西。其实这一整排 Waikiki 海滩旁边全部都是冲浪品牌的店。哎，就在我们酒店下面呢，太棒了。
家了，我要回了，因为真的过太爽了。拿到我的机票了，然后 M 他是坐 JL 吧，对不对？夏威夷的机场国际航厦 check in 这边是通风的，应该说没有大门，然后没有冷气，他就这样走进来，然后吹电风扇。机场里面还有一个中庭，然后是。由日本造纸，好了，我们的夏威夷之旅终于结束了，为期就是整整一个礼拜。夏威夷是我们第一次来，然后我觉得真的很不错的地方，很多东西可以看，不管是自然景观啊，或是一些生态啊，海边也很棒。待在 Honolulu 的话，是有很多不错的饭店 ，Waikiki Beach 那边外面整一条街，并且两条街都非常非常热闹，晚上很多东西吃的都开到10点、11点，精品店都开到晚上10点。我在日本住了好几年了啦，日本百货公司就是大概8点就关门。我们这次来夏威夷还有一个就是天气都非常的好，我们非常非常幸运，每天都是晴天，就没有看到彩虹。因为听说夏威夷就是非常容易看到彩虹的地方，但是我完全没有看到彩虹。但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很多地方涂鸦什么的都有彩虹的一根树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就是这整个夏威夷系列的影片，应该有4、5集。我就想要做慢慢的 vlog， 给大家看，就是这边的风景，然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。虽然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不是说到非常特别，很多都是跟着就是旅游书上或是那种 TripAdvisor 的推荐去的行程，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玩得非常开心，每天都还蛮精彩的。我是 Go， 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忙按个赞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。Yeah. 好，就这样吧，拜拜，就是这个影片了，因为我们也累了。夏威夷，拜拜，夏威夷再见，我要回去面对现实。我来美国真的好久了，真的2个礼拜了。有充电吗？有，真的非常充电。不管是我去加州去找朋友那段时间，还是在这边，真的步调非常的慢，让我觉得非常放松。觉得我还会再来，但是物价真的蛮高的。我刚刚在讨论嘛，大概2、3年可以来一次，下次就会更贵，差不多。下次希望不要更贵，通货膨胀，赶快让日币升起来吧，不然我的薪水真的相对越来越少。记得留言告诉我们，就是在这集里面觉得最有趣、最想体验，或者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什么？你的留言跟按赞呢，都是我们的动力。应该我发现这次拍摄的镜头啊、视角啊、收音啊有点不一样，是因为我们买了一台 GoPro 12最新的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都还不错的话，可以给我们超级感谢，我会超级感谢你。好了，在广播了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，东京见。